堡，吃饭了，胖宝。谢谢妈妈。嗯，不客气。尝一尝味道如何？感觉这次买的有点少了，下次多买点。是三个鱼吗？我不喜欢吃那个三个鱼。你老是不吃。不要吃螃蟹，因为吃鱼了。你吃多吗？吃的鱼。对。这我不要。来，走一个。甜甜的。今天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贴贴纸了吗？熊猫贴纸。这个。爱吃胡萝卜哈，妈妈把胡萝卜给你挑出来了。